羽线难画。古华生意。这些都是制作显眼的材料吗？好多净化骨髓，总觉得有点眼熟。等等，这些净化骨髓会不会是从离岛运过来的？难道说勘定奉行？知师成景，子影，光明吧，不再闪烁。还是小心观察一下，被射中的话就糟糕了。发现入侵者，不要让他们妨碍紫金湾大人，别想活着从这里离开。邪魔退去，紫银，听我发指。天雷古音，
了。我也是。你才刚刚开始，别做人。语线难化。有这么点本事吗？行。古华生命，紫影，嘿，耶，耶，这家伙不要命的吧？我要退缩，执行官大人很快就到。耶，嘿，嘿，克，耶，克，嘿，嘿。剑印染冰，退散。呀，紫影，哈，哈，此山归于风雪。没想到你们能找到这里来，做得不错嘛。有趣，才见面。就是一副要找我拼命的样子了。哦，原来是说这件事啊。你们似乎搞错了一点，我虽然站在这里，但也只是代为执行计划而已，主谋当然另有其人了。不是很能干吗？尽情去找吧。哼，才这点小事就被激怒了，你好像变了吗？变得不堪一击。你竟然说这是小事？难道不是吗？在这浮世之中，人命如同草芥一般，没有血眼他们也一样会死，至少血眼还给了他们实现愿望的机会。眼兽令的价值你们真的了解吗？当初促成这件事花了不小的力气，自然是因为它有利于我们。不过现在看来，一切都很值得。制造纷争，为推广邪眼铺路，让力量自行吸引追寻它的弱者。只需要一点点代价，就能得到掌握世界的感觉。用性命换取无上之力，挺划算的，不是吗？眼兽令是你们促成的，难道说你们从一开始就……道息的外侧看起来十分稳固，但内侧充满了留给我们的机会，稍加力气就能从内部攻破。永恒可以把时间拉得很长，然而其间每一个节点都会变得无比脆弱，就像你在反抗军的朋友一样，无论怎么努力都不过是徒劳。如同水中泡影，绚烂的同时便会迎来毁灭。越是失去就越想得到，越是无能就越要挣扎。这种闹剧真让人开心呢。喂，快冷静下来。没错，就是这样。愤怒吧，愤怒吧，愤怒对这座工厂里的魔神月娘来说可是最好的食粮。你怎么了？快起来啊。
跟着我说，三二一，一二三，啊啊，快一点。不错不错，说明至少脑子目前还是没什么大碍的。好不容易把你这个像是嵌在了地里的小家伙给捞回来，要是坏掉了，可就太可惜了。从一开始我就想问，神子，你的谈吐举止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怎么完全不一样？是吗？哦，可能是屏退了其他那些巫女们的缘故吧。而且，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哦。人们所展现出来的，从来都是自己想展现出来的一面，这点我可清楚得很。所以，不论哪一面，其实都是真正的自我，只是人们总喜欢无意义地去定义罢了。在这姑且属于人类的社会里，我也不过凭自己兴趣照做而已。我好像没听太懂。多多研究人类吧，小家伙，你也会明白的。是呀，我当时光顾着照看旅行者，完全没注意你究竟做了什么。是明神大赦的秘法，一下子就让那个叫伞兵的家伙跪地求饶，你相信吗？比起思考这样的问题，你更应该好好想想该怎么回报我，不是吗？还是说你的脑袋回路果然还是出了些问题呢？倒也不必这么郑重就是了，我需要的是你的行动。哼，你现在应该还在惦记邪眼的事。放心好了，那个海奇岛的领航人已经带手下前去清剿了，也向全军颁布了严肃的军令，禁止邪眼的使用。伞兵那家伙也不会在据点都暴露的情况下替他的同僚做些自讨没趣的顽抗吧。唉，要是有时间，真想看看那些愚人众大吃苦头的样子。啊，做得可真不错啊，名为珊瑚宫星海的女人。好想当面再跟他好好聊聊，只可惜信仰分歧真是碍事。碍事？你可是明神大赦的公司呀。好了，告诉你这些只是为了让你放心，然后专心替我办一件事。你见过他了吧？我说的不是那个人偶，我是说你应该见过他了吧。为了维持自我而在一心净土中进行着无穷无尽冥想的真正的雷电将军，其名为影。你是说仪式上出现的只是人偶，而真正的雷电将军是旅行者后来见到的那个？也就是说，当时变换过的不只是战场，连对手也换过了。这才是那位雷电将军的永恒啊。在追求这个国度的永恒之前，势必自己要先触及永恒才是。肉身终会归于尘土，就由人偶之身来替代。精神亦难逃磨损，他便将意识寄宿于佩刀之中，用冥想来规避一切纷扰。那么他用刀划开的那个空间就是一心净土，即使与他的内心世界一样的空间，一般只容许自我的存在。封闭在自我的世界里，外部的繁杂都交给那个只会不顾一切奔向永恒的人偶来处理，这就是影摸索出的永恒之道。你说的是摩拉克斯吗？许久不见，原来璃月的神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果然是位有趣的神。不过雷电将军这样做好像确实可以避免钟离那样的问题。可是他的做法不也很像是发脾气把自己关在屋里的孩童一样吗？而且他所谓的永恒也早已变成了他自己以为的永恒了。说到底不过是在害怕失去而已。其实你我立场一致，你想要拯救眼兽令之下的道妻子民，我也一样，只不过顺带还想拯救一下这个国家，也拯救一下他而已。而关键就在于既然一心净土也代表着你的内心世界，那么在那里击败他的话就有着扭转雷电将军意志的可能。这就是你想到的废除眼兽令的方法？不是靠言语驳倒他，也不是借用反抗军的力量政变，而是直接扭转雷电将军的内心世界。理解得很快吗？总之这是道姬坠入黑暗的永恒之前唯一还赶得上让他重新走上正轨的方法了。你还没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之处吗？我说过一心净土一般来说是只容许自我存在的空间，而你可以出现在那里就证明他对你有着足够的兴趣。或许他也从未见过对永恒来说显得如此不稳定的个体吧。没有其他人进去过吗？从那个永恒的信徒开始封闭自我时期从来没有过，甚至没人知道那个空间里究竟是什么样子。你的存在不仅是契机，更是钥匙。你果然没让我的期待落空啊，小家伙。哎，你怎么就走了？要去哪里？反雷电将军特训啊，我可是为你精心准备的，快跟上来吧。那孩子应该没在偷懒吧。